伤对你有影响吗？那个伤啊，我没有影响啊，我的步伐的时候没不疼，所以呢，这个不是一个借口。就是我觉得第三局的时候我有太多的失误，并且呢，我觉得宋文宏他打得不错，所以呢，现在有点失望。第三局的那个挑战是怎么回事呢？之前你不是一直都领先的嘛，然后挑战之后，然后你怎么就一下就落后了？我不知道，我没想到，我觉得呢。第三局的时候，刚开始我打得不错，没有很大的失误。不过呢，红十一，比分的时候，我觉得我打得不太好，我的网前有点问题，所以对，现在呢我有点失望，但是我要回酒店，然后开始准备明天的比赛。明天你的对手是李宗伟哦，然后你之前跟他打都是9连败，还从来没有赢过。我知道呢，宋文宏他赢了他，所以我要对自己有信心。虽然我还没赢了他，不过呢，我要回去往后好好准备。明天是一个新的一天，所以也是一个新的机会，所以我要好好准备，然后我们明天看看我怎么打。